上海，你们大家好吗？曾经五月天以为永远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城市，五月天终于回到上海，终于回到你们的面前了。大家会冷吗？现场的朋友会不会会冷的举手。好像还好，还好。本来想说，如果大家会冷的话，五月天就多唱一点让大家暖心的歌曲。温暖的话就是需要太阳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没有办法，我们的太阳还是小的，是小的，没有什么用啊，不够暖。小的太阳总比没有好啊。是是是是。好，说得好，来，小太阳。看着你的眼光，日就会闪着光，我会很快回来继续我们未完的天堂。看着你的脸庞，微笑着要我去闯，你的盼望是我握在手中小小的太阳。小太阳，可惜是小的。你下次试试看，把那个小改成大，看看会不会更暖。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的盼望是我握在手中大大的太阳。马上你会不会冷？你刚从哈尔滨回来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冷。你可以，我现在讲话，你可以去穿衣服。我目前是还好。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你会不会热啊？刚刚有一点点。你要不要再穿少一点？马上如果没有来的话，我想演出还是可以继续，但是呢，会变得很不精彩。要不要试试看？他现在在表演穿衣服给大家看。啊，他现在穿衣服，我们就唱歌。没有，因为这件外套我没有穿过。好了。但是圣诞节快乐！我会是第一个祝你们圣诞节快乐的人。